他说这一题哦，他说求这里知己，海林，我就看到这种不等式哦，麻烦先把抓起来因式分解好不好？哎，它可以分解成 a 级二平方乘上 a 加二三方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 ，a 平方减 h 减四都分解可以，它可以分解成 a 减四乘上 a 加三加小于零。只要这边所是参加，不管小于大于星还是什么，等于零。等于 s 是二，负二，四，负三。告诉我谁最大？四最大，所以说摆最右边。y 是二，几个二？两个二，对吧？中间摆两个点，两个二。y 是几？负二，几个负二？三个负二，摆三个点，三个负二。y 是几？负三，对吧？一个负三摆这边。好，麻烦一件事情，从右半部什么号？正号，正负正，这隐藏性的正号要不要写？不用，正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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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题目说小于零，小于零取什么？取负的。所以答案怎么写？答案基本上有几段？有三段。第一段 ，f x 加比负二小。告诉我负二到二，二到四这两段可以和谐还行吗？你也可以等于二吗？不行。所以说这两段基本上要写成负二到二一段，或是谁二到四一段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，还好，因为这有没有等于？没有。所以说注意这两段加要拆开了。那你也可以写成多少 ？x 要么比负三小，你硬是要写在一起负二到四也可以。但是这样子写是中间要加一句话 ，x 可以等于二吗？不行，这样子写也可以，好不好 ？OK， 有这两种写法，那行不行？写后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